VTV 新劇季前賽今日進行開鏡活動宣傳，除了 Mirror 成員姜濤、二人陳卓賢、Eden 女將安、Stanley 邱士俊、Era 成員193和肥仔之外，張繼聰和 YoYo 郭卓耀亦都將會首次為 VTV 拍劇。阿聰就話過往經常在籃球場上面受傷，即是那個傷勢職業球員的級數，技術就不知道了，但是熱誠也是的。講到熱誠，阿聰更加預告在劇入面有超多人運動，史上最勁啊！老 pat pat 啊！電視史上內臟啊咯，唔係講個肌肉有幾勁，係嗰個尺度係好勁。咁我睇劇本嘅時候，咁啊導演就好似即係好似喂有場咁戲，仲諗住要解釋好耐，即係說服我，我就 OK 喎。讲到同 Mira 同埋 Era 合作，阿聪就大赞呢一班男团做得好好啦。我都系听佢哋歌，我觉得佢哋做得好好，音乐上啊，所有即系甚至乎，我觉得喺对呢个行头都令到好多人即系注意翻我哋娱乐圈，咁都系好好叻咯。佢哋咁，我哋之前有排戏啊，咁同埋 Yoyo 都系啦，咁但系都好都好开心啊！读剧本啊，大家夹下睇下点样做啊，咁佢哋都系好。很聰明、很努力的年輕人。我第一次拍View 的劇啦，所以其實我反而佢哋係前輩咯。阿聰真係好謙啊！至於全民造星四出身的 YoYo 就率先跑出拍劇，佢就話有啲緊張。而在劇入面飾演軍醫的佢，又會不會同男演員有身體接觸 ？YoYo 就緊張到口窒窒，要阿聰幫手解圍。呢樣嘢。哦 ，sorry， 佢系用针灸嘅，系啦，所以系唔会点嘅，系冇机会。讲到落选入围女团 Color，YoYo 就话唔会失望，因为知道就算唔系女团嘅人选，亦都会有好好嘅发展机会。对于外界盛传 ViuTV 有意再组另一对女团 Dollar，YoYo 更加系人选之一。公司就暂时未有公安排嘅，但系都多谢大家有继续关注我哋其他落选咗嘅成员咯。系啊，咁可能如果你哋讲多啲，可能真系有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姜濤，星岛头条 App 全新面貌已经登场啦，大家快啲去下载啦！立即下载星岛头条 App 啦！